今天凌晨，内蒙古包头市包钢医院一位120的接诊女医生上门营救病人的时候，被病人的丈夫砍杀身亡。目前凶手已经被警方控制。据警方介绍，19号凌晨，犯罪嫌疑人因为上网与妻子吵闹，随即殴打妻子，导致妻子受伤，他们的孩子拨打了急救电话。